刀郎莫卡木的一个灵魂人物，传承人了。可以说，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瑰宝了。他们现在怎么唱？演出就是怎么唱，这样子生活就这么代代相传到现在，对对，就是很自然。你看，在这个挂的这个地方，全部磨出了老茧。每一次演出，可千万千万多加小心。我觉得今天薛老师给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的这个嘉宾啊、观众啊，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情谊，是源远流长的，是永恒的。咱俩可以握个手。您好，张迪老师，欢迎您。希望我能在春晚跟大家合家团圆相聚在一起。我也想放弃过，但是太喜欢了，我放弃不了。我和你，当时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整个音乐创作团队的核心人物，也是这首歌最早的这个演唱者。他的状态就是在台上啊，始终的是跟着音乐走的，跟着情感走的。到春晚的舞台上面，可以把它搞得更淋漓尽致啊，把这个光的花样再想得更多，我觉得可能会更好。让老师给我机会，我一定表现给你们看。一男一女，有阴有阳，有歌有舞，有凤有凰。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在每周五为您呈现的我要上春晚，很高兴又能与您见面了。说实话，每次主持这个节目，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期待，期待在这期节目当中又会有哪些身怀才艺的明星大腕和普通百姓会亮相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还是要向您隆重介绍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评审，他们是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来自北大的教授张一武先生。张教授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老师，田老师好。以及著名音乐人卞留念，卞老师好。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嘉宾上场之前，我们各位评审是不是也说说看了最近几期节目之后的感受？听说有这么一个期节目啊，我特别关注啊、哦，因为春节晚会，谁不想上春节晚会啊？因为我从我自己这么多年啊，我说实在的，就20多年了，在春节晚会这个剧组啊，我就觉得每一次的歌星想成腕儿，你不经过春节晚会的话，好像没有，就绝对达不到这个速快的啊、速率的。所以这几期我会发现，这期栏目一弄完以后啊，我就觉得春晚啊，终于这么多年的总爆发开始了。因为确实春晚会20多年的春晚会，这一次如果说它落地了以后啊，给所有全国的热爱这个春晚的这个老百姓啊，也会提供了一个平台。嗯。所以呢，我今天在刚才一看完这以后啊，我这几个老师都来了，也都是冲着春晚的那种热情。对春晚的热爱，热爱来到现场，特别是卞老师，我们春晚一共27个年头，您看您参与了21年，是，哎呀，感情一言难尽啊，太深厚了，青春都伴着春晚，哎，谢谢，好，谢谢卞老师，来张教授。卞老师21年上春晚，我没上过春晚，我只是两次上了这个我要上春晚。因为您27年看春晚，27年看春晚，对，一直看。我觉得这个节目确实是很好啊，嗯，它有一个机会让这个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在春晚的舞台上面展示自己。嗯、这个节目确实创造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大平台，哎，让所有的人共同处在一个欢乐的海洋之中。哎，其实这个即便上不了春晚，上了我要上春晚也是一种展示嘛。对，
我要接受大家的评判和检验。我要上春晚就非常了不起了，已经有那么大的平台，让那么多的人看到，全国的观众看到你的表演。嗯，其实也跟上春晚差不多了。谢谢，谢谢张教授。田老师，这个栏目的创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就看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我要上春晚这个栏目，参加了以后，最后能变成要我上春晚。哎呀，好！那也需要我们各位专家评审的大力支持，多多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那田老师其实真的是前辈了，您看我们都是在您的《隋唐演义》啊、《杨家将》的这说书声当中长大的，伴随多少人的成长啊！您不妨把您的一些经验啊，可以传授给我们今天来的表演嘉宾，期待着各位的精彩点评。再次掌声，谢谢三位。其实我们的节目播出到现在，说实话我不是老王卖瓜啊，真的挺好看的。不光你们觉得好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通过我们这 CNTV 的这个网络专区啊，不断的给我们留言来啊，说他们自己的一些感想。比如说我就收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看的可真够仔细的，他说，请问董卿，那一位在现场打碟的美女 DJ 叫什么？美女 DJ 叫高高，掌声送给高高。还有很多的，真的还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啊，其中也有一位说，哎呀，我真的是很喜欢你们的节目。他说，我也很喜欢凤凰传奇，他们的音乐吧，老少皆宜，强烈支持他们再上春晚。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有没有同感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欢迎大家真的在我们的这个留言专区畅所欲言，你想看到谁，想看到什么样的节目，就可以留言，我们一定会认真采纳您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组表演嘉宾。你好，你好，大叔，欢迎你，来握个手，欢迎。你好，艾尔肯，欢迎你。这个一看是艾尔肯，就是带来了自己家乡的这个老艺人，是吗？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维吾尔族刀郎木卡姆艺术的灵魂人物，叫玉山丫丫。嗯，欢迎你。我想我应该见过他，在我们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上，他和大概有几十个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每一次在我们的比赛的现场都能够引起轰动，只要他们在那一坐，一打上手鼓一唱，哎呀，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今天你们也是这样的表现吗？也是，就是跟我们年轻一代的一个合作。哦，就是老的这样的艺术家跟你有这样一个合作。嗯，好了，让我们掌声欢迎。
在这个麦盖提县，可能这个刀郎木卡姆的艺人有很多。没错，但是他们是，我也是那边的人，我从小知道他们是我们刀郎木卡姆的一个灵魂人物，传承人了，等于说，对对对，因为这些年有这个中央电视台青歌赛这个原生态唱法，对对，所以可能很多年轻人开始也慢慢的开始学习刀郎木卡姆。嗯，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瑰宝了，上千年的历史。你的歌是不是也都是从这些民族民间音乐当中会汲取一些灵感？我是不会刻意的那么做，因为我本身。那你刚才后半段唱的是老的歌还是自己新的歌？这是我们喀什的一个民歌。哦，民歌。然后这也是我们5-6年前，快七年了，应该是七年前合作的一个音乐。这次我们重新再编曲。就是也是一首老的民歌，然后重新编曲。对对。跟我们这些老艺人们一起来合作，很有味道。我们是不是应该掌声送给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啊，从新疆麦盖提县到北京挺远的呢，真是。我们平时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感受可以说说？那个，我刚才问卞老师，我说这个刀郎是什么？卞老师告诉我了，是个曲牌是吧？它是一个整个叫是一个它的一个连曲啊，古老的一个传下来的。它是一种刀郎形式是吧？刀郎到底是什么？最初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说刀郎是人聚居在某一个地区的人，有人说刀郎是一个地名现在好像艾肯我们把它是归总结。最通俗的讲，刀郎就是我们维吾尔族的评剧或者京剧这么一个艺术形式。他们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不知道那个唱歌的刀郎是不是根据这个起的名？有可能啊，因为他在新疆生活了很长时间嘛，是吧？可能就以这为自己的艺名。他的情绪已经把我感染了。感染了。那我问问刚才那个唱的是什么意思？那一段在唱的是？那个是那么多些的，不像东方飞来么？山龙的飞来么？麦地的飞来么？不是那个。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包括爱情等等。哎呀，大叔您唱爱情还这么投入呢。哎呀，闭着眼，那是姑娘。前面那个跳舞的那姑娘就是那种梦中情人的那个感觉是吗？你看，别看她70多，比我们还精神，还充满热情啊。对生活，对有激情啊。他反映了这个维族这个民族的这种情感。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松弛。对，而我觉得这个歌曲这种形式使我们感受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完全天然的。浑然天成。这确实是天籁之声啊，就是你会感受到这个生命的传承啊。就他们从他们的前辈那儿得到了这样一种音乐，这个音乐它既来自它的历史，也来自它的文化，来自它整个文化的传承啊。那么这个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部分啊，非常宝贵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把这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通过自己的生命然后传给自己的子孙，一代一代传下去，延绵了自己民族的一个记忆，这其实是最宝贵的。将来我觉得通过春晚的舞台，我们还有机会让更多的这样的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的这种歌唱，这种天籁之声，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精神上的享受和升华哈。我觉得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而带来了这种活的精神的感召，所以让我们就零距离的接触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的生命的这种传承，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我支持他们，我希望他们真有机会在春晚的时候也给我们唱这样的天籁之声啊，让我们每个人在春节的时候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力量。好，谢谢。可是上过2届春晚了，我不知道这刀郎木卡姆有吗？没有，还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对对，我只是在比赛当中看到过他们。那个我也想说两句，因为对于新疆音乐，我们内地我们好多音乐都是通过王洛宾啊那样翻译过来的，等于是这样子的。那么真正对新疆的音乐的那种了解的话，它是原汁原味。因为我了解他们几个，我给他们录过音，我去新疆给他们录音，每当给他们录音，他们现在怎么唱演出就是怎么唱，也不是需要好像他没演出的概念，他没有生活概念，对，他是这样子生活就这么
代代相传到现在，对对，就是很自然。对，所以我认为刚才这个天老师你说的这个自然，首先是他们的本色。对，没错。啊，再一个就是今天呢也很特别，我没想到这个艾肯啊把他们几个融在一起了，哎，真是。那么以往在几届春节晚会，我们都艾肯我们一起来做春节晚会，都是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拼盘，变成一个小段啊，弄个一分来钟。我也希望在这个像类似像，如果有机会我们在春晚的话，把一个节目做透。把一个节目啊，把这个囊啊，烤的是啊，你别弄的一块一块，哎，把这个囊和羊肉和这个石榴，还有啊酒美女，变成一个大餐，还有美女哈，美酒加美女，加美好的音乐，大餐的话，那么他们的展示会更加的绚丽的，哎，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也希望支持啊，能够下今年春晚或者明年春晚有机会的话，啊，我们期待。艾尔肯是不是也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就是要和民间艺术相结合这种愿望来到我们这个上春晚的舞台上？我觉得主要是我们这几位老艺术家们，他们年龄都不小了，所以也希望我们本民族的同胞们也继续包括我继续跟他们学习。我也希望往下也继续尝试跟他们多多合作，更多的合作，对，更多的这种新的音乐，新旧结合的音乐，对对，好，来再次掌声，谢谢尔肯，也谢谢我们远道而来的，谢谢，我们来自民间的艺术家们，谢谢你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好，欢迎你们，向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来自哪里。河北吴桥。吴桥，杂技之乡。杂技之乡，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表演也是充满期待。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演出？高空的环之舞。高空杂技环之舞，来，掌声有请。
呀，看完表演我真的对你们是刮目相看啊，别看一个个年纪小，估计大概都十几岁吧，几岁？15岁。15岁，他是这个表演当中的一个比较主力的一个演员啊。练杂技多少年了？5年。5年，哎呦，哇，那你真的是练得很快呀。这个其中有几个动作挺有难度的，我发现这个姑娘们得吃多少苦才能练成这样。你看，就一个腿，注意到有一个腿，你看她这个脚是倒挂在那个圆环上面，整个人是倒挂的，是这个右脚挂着是吧？你看，在这个挂的这个地方全部磨出了老茧，都是印子。哎，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你们没有用保险带，是今天没有还是始终都没有？始终都没有。为什么？他们一练就这样的。哦，你看这一般来讲高空这个杂技的话，一般演员都会系上保险带，但是我估计他们就是为了要能够第一有好的效果，第二必须有过硬的技术才能够支撑，是吧？嗯，对。刚才其他几位也很辛苦啊，有三位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另外两位在台上始终摆着那个造型，得摆好长时间呢，是哪两位？你们两位那一直这样摆着也挺累的吧？嗯，不累。不累啊，你这么摆，你刚才最后的造型我看看，就他们在转的时候你那个造型，你这么能摆多长时间呀？1分钟差不多吧。1分钟啊？哦，我还以为能摆1小时呢。太狠了。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几位评审的感受。我觉得我看一次杂技表演我就增加一种动力。没错，就是这个杂技演员他练的东西吧，他体现了人体的极致，就是能练到这个极致你得下功夫。如果说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能像杂技演员这样练到一定极致，什么工作都能干好。你二位子女有练杂技的吗？没有。我的妈，我不瞒您说，我刚啊，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一些幕后啊，不做了很多杂技音乐，尤其是他们的这种空中的这个，现在这个名字究竟怎么起啊？你看它里面有，首先呢上台第一个要有舞蹈，对，舞蹈表演很丰富的，马上就吊环上去，紧接着就在空中啊就要进行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有体操的，有这种空中的，关键啊练的是什么呢？要提着心啊。那要吊着胆儿啊，哎，叫提心吊胆，观众看上去行，但是对他们来说，他其实如履平地。对了，没事啊，我觉得他这个难度，刚才他说的，从小练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对，一直都没有安全带，对，他说明他已经是境界已经到了，不光是这个训练，我觉得还有舞蹈啊，综合的艺术。现在杂技已经发展大吊环，变成了综合舞蹈、体操这些所有的这些艺术，各种艺术运动都综合起来。哎，只有中国人能吃了这个苦，是这个确确实实，我发现我们。在世界大赛上面啊，我们中国杂技啊在世界上赢得了无数个金奖。咱们这个节目也是在国际上获奖的，对不对？对。获得什么奖？铜狮奖。什么比赛的铜狮奖？杂技节，中国舞桥第12届杂技节。尽管他们表演得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炉火纯青，但是我还得要嘱咐五位姑娘，这是我的担心，每次演出可千万千万多加小心。嗯，但愿永远保持这种活力，这种成熟。其实这个姑娘们啊，以前也是每一年都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杂技，因为每一次都会有那么一两个特别精彩的杂技，那真是看得提心吊胆。那我想问问姑娘们，你觉得你们有没有实力跟那些非常优秀的杂技节目来抗衡，行吗？可以。你说呢？可以。好，你们好在什么地方呢？凭什么咱们能够上春晚？凭我们的节目好。特别简单单纯的孩子哈。行，那咱们就好好努力争取上春晚。来，再次掌声谢谢你们，谢谢他们，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这位称得上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表演嘉宾。薛老师好，你好，欢迎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薛伟老师。
可能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对薛老师是非常非常的敬仰啊。他在这个1986年的时候获得了第八届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的银奖，并且在同一年获得了英国的卡尔弗莱什小提琴大赛金奖，还囊括了这届大赛所有的奖项。当他29岁那年，成为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你给我多加了4岁。25岁那一年更年轻，25岁那年成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是这个职位上的第一位东方人。而如今，薛老师已经成为这个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的评委，也是最年轻的一位评委。我们今天看到他带了一把这个他的琴来到我们的现场，这把琴也真的很有历史了。1722年的意大利克里蒙纳的作品。1722年的，当然我觉得琴不是最重要的，琴艺琴声是最重要的。很多人都曾经听薛老师的小提琴独奏，听完了会泪流满面。那今天不知道薛老师给我们带来两首什么样的曲子？受时间上的限制，所以我今天带了第一首曲子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是是史上最短的梁祝选段。第二首呢是一首俄罗斯的民歌，叫做《当我遇见你》。哎呦，我非常期待能够听到这首曲子，因为我听说好像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曲子之后夜不能寐。是非常感人的一首作品。非常感人。好，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巍老师。
谢谢谢老师，真的是太美了。我上第一次听这个作品也是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这是一首俄罗斯的民歌，后来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作品，后来把它移植到小提琴和钢琴这样的一种形式上。嗯，对，很多观众都有告诉我，非常热爱这作品，非常感人，非常真诚。看到谢老师，即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在演奏这首曲目，但今天还是在现场有忍不住的流下眼泪。其实这真的。我觉得就像这首曲子的名字一样，当我遇见你，艺术家把自己的激情、爱、痛苦融入到他们的琴声当中。当我们有幸能够遇到这样的琴声，岂止只是一段旋律，可以说我们是遭遇了生命。我也想问问您，那个您会对这个以这样的节目上春晚，您会抱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实际上我觉得期待挺久的，因为我在春晚很少看到，好像还没有看到过古典音乐上春晚这样的节目。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是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啊应该是准备好了，只要这个演奏家在曲目的选择上用点心思。事实上古典音乐可能和汉堡包一样容易被接受。真的吗？我也想现场问，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来了很多年轻人啊、哦，我也想问问你们对在春节晚会上欣赏这么优美的古典音乐，有没有像薛老师说的已经做好了准备？以你们挥舞你们手中的这个双手来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做好准备，让我们看到。谢谢大家，谢谢。那我想真的，如果观众已经做好了准备，大师也做好了准备，可能就需要我们的导演们也要做好准备。卞老师，你看看你20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创意总监，我们真的始终没有在春晚上见到过真正的很安静的这个古典音乐，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节目啊确实像薛老师一样早就准备好了。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春节晚会，我们通常啊每一届春晚当中啊都要，我觉得有一个叫有动情点的节目。那如果说前面一个作品是带着情剧情，那或者是一首歌带着这种情感的这种铺垫把这首歌引出来，那么这个节目或者是再穿插一些人物的啊故事的表现表情啊综合一下的话，让观众啊能够直接零距离的话，因为我觉得真正的像薛老师这样的演奏大师啊这种机会啊，我觉得一定要留下来这么一个空间的。我是强烈的呼吁希望我们能够，尤其是你看我们每次春节晚会啊每一年几乎都是最终结束的曲终人散的时候啊，依依不舍的时候啊，难忘今宵就出现了。如果说薛老师您下次说有这个，我们有共同这种期待的话，我们做一版难忘今宵的啊当我遇见你的这种情感的版本，那就要我们董卿老师你要帮忙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晚会结束的时候啊，春晚早已给全国的观众啊已经深深的啊被这个情感所能够带动了，早就期待着这么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薛老师给我们所有在场的所有的这个嘉宾啊观众啊都留下了一个深刻的一个就是什么，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情谊是源远流长的，是永恒的。谢谢薛老师。好，谢谢，非常感谢，再次谢谢薛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期待聆听您的琴声，谢谢您，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表演嘉宾。
快一年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醉人的绿草香。和你绕过小路不弯弯，情人山坡看夕阳，晚霞照上了你的脸，情话绵绵说不完。啊，你可想起榕树下，你可想起绿草香。来，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台湾的张帝老师。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的心里是感觉到多甜蜜。以前我到北京实在不容易，还要从台北到香港去转机，早上6点就要起床，在机场里面转来转去，一直到晚上的8-9点我才能在北京市落地。啊，现在我告诉你，台北到北京有直航班机，我3.5小时我就到这里。转过身来向你敬个礼，看到你我多想要抱抱你。主持人的魅力，还有这个节目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打进我心底。张帝，我唱歌和48年，我多么希望站在这里。1978年我的歌就到这里，可是我的人从没有跟大家在一起。我要上春晚，这一个机会，求求你们给这个老东西。您不用抱我，咱俩可以握个手。您好，张帝老师，欢迎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这个，哎呀，您就别抖了。好紧张。哎，不可能。您看这个，您的唱歌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年龄都比我们在座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大了，啊，是�吧？才20岁开始唱，唱了48年。您说，张老师今年？我好年轻啊，才68。这个我们今天现场来的绝大多数都是80后吧，我估90后可能。你们知道张帝老师，听过张帝老师的歌吗？真的？真的听过啊？啊，骗我啦！骗我啦！真听过吗？真的，我知道了，他们同情我，安慰我，鼓励我。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真的了。因为我是70后，但是我也是很小的时候。那向大家介绍一下张帝老师，那个应该说是70年代到80年代，那真的是太红了。那个时候在台湾红得发紫，是吧？真的，他这个创下了个人可能演唱过上万场的记录。对，是吧？说真的，我这一生就是在舞台度过的，全世界跑，到每个地方都演出，跟大家交朋友，在一起玩。有朋友告诉我说，
我的歌大概在1978年进来的。大概可能是。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见到我都好兴奋的说，嘿，我告诉你张弟，我听你的歌的时候，我骑个单车拿了个砖头块儿，哦，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CD 啊，哦，就那个砖头的录音机卡带里有没有？双喇叭那个什么，哎，挺好玩的。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好亲切。你们知道张帝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刁钻的观众就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今天一定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开动你们的脑子，每个人都想一个问题，但是我会即兴的我们现场来向张帝老师提问，只要你能问得出来他就能够唱得出来回答你们，你们放马过来。好，同学提问，您说来。好一直以来从初中完了到大学，每一个同学呢都问我，就问我在宿舍里面都说，就是说的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我想问问张碧明老师。你问我这个问题不容易，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如果我说是先有鸡，那么鸡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说是先有蛋，那么蛋到底是谁生的？不过我现在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打电话去问问上帝。其实按照真正的道理，我告诉你是先有鸡，因为现在科学最近的发现，鸡的身上有一种物体，因为那个鸡蛋外面的那个壳要它硬化才可以，要它硬化的那个东西的元素在鸡的肚子里，它本来是软软的一个蛋，把这个因素它要放进去，所以他把蛋这样放出去，那个壳就变得硬硬的。还有吧，我能问一个问题吗？说。现在这个很多80后90后特别崇拜周杰伦。您听过周杰伦的歌吗？听过。那您觉得周杰伦跟您谁厉害呀？你怎么问我这个问题，让我伤心到了底。人家是现在最大的天王，你怎么跟我这个老东西来比？为什么刚刚我给你敬个礼，表示你还没有忘了这个老东西？其实我们做人不要比，你自我认可就可以。可以吗？我觉得你更厉害。为什么？当然了，能有几个人像您这样问所有的问题都能现唱出来啊。但是您要说到这年纪啊，咱们今天现场的田连元老师啊倒是跟您年龄相仿，哎，就差一岁，田老师是吧？田老师长您一岁。对对对对对。哎，那三位是？我是41年的。三位是我们的评审。就是他们评审啊。对，他们对我们每一位来表演的嘉宾都要有点评。打分啊？不打分，但是他们的意见也很重要。重要啊？当然了。重要。去哪儿啊？他很重要啊。对呀。他重要，我过去拍个马屁啊。重要。你好，您看我怎么样？我挺好，还行呗。我在那个上大学以前，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听您的歌，谢谢您。所以到现在一直听到现在，我就最知道您是随口就可以来。谢谢，谢谢，谢谢。不知道您有什么吩咐？您太客气了，刚才在台上您唱了这么多歌，而且现场应对自如。这看出来您头脑反应很灵敏。谢谢。我说等等，我说张帝老师，您能回来了吗？您在那又摆 pose， 离得那么近，评委看着也不敢说话了。我是怕他忽略我。没有，我倒是觉得，哎，田老师您说。啊，我觉得啊，这个张帝先生这个应变能力、头脑反应、
现场的机敏程度非常之强。对，田老师，我有这么个建议哈、您说一段，然后我让这个张帝老师啊，您说什么他唱什么啊。哎，既然是董卿提出来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考验。我是说评书的。这个我可以跟你说一段评书语言。然后你就根据我的这个语言你就唱一段。评书里边有这种赞赋。所以我就想到有一个风赞。它就是形容这风刮得大。这个风赞，我说一个风赞，您就再根据我这个风赞，您给我唱一段有关风的问题。您说。好，我现在说啊，他形容这个风刮得大，这阵风真不善，刮得天昏怒暗，刮得大树两根倒，刮得小树影不见，刮得扭轴满肠滚，碾子不推自个儿转，南湖里水北湖里泼，东湖的水西湖里串，南山鸟北山飞，东山鸟碰西山，王老二两口子正推磨，一阵风连人带磨，刮到了云南交趾果嘎嘎见，回来撞到山海关，扑灯掉进了渤海湾。我可以下去了吧。不行啊，这不行，您得关键时刻怎么可以下去呢？您得唱。田老师，你这一个问题诚心是要难长的，你知不知道台湾常常刮台风，你说的统统都进去，大树它连根来拔起，房子统统吹平地，马路上的招牌它满天飞，人都跑到电线杆去，我们看到多少感人的场景，表示同胞爱都在这里。其实风它最大的魔力是把人的爱心来吹起，它让全国同胞统统抱在一起，我们来抵抗风的威力。这个现场即兴的发挥非常之好，面面俱到，而且他是有主题有立意有思想。哎，真是，哎，我觉得境界能升华。哎，这很符合春晚的要求，主旋律啊。今年春晚我看这个节目啊，就早点定吧。而且他上春晚不用有词儿，到春晚现场现编。这样，张老师，您就不妨以我要上春晚作为一个主题，对，给我们唱一个，对，再来唱一段，我们最后来表个态，怎么？表态，我们大家举手表决，好不好？对，我们全体举手表决。最后，我们请张帝老师，我要上春晚。亲爱的，我拜托你，希望你们能爱这老东西。我唱歌48年。都在全世界飘动又飘兮，50年我的心里就想要回到那自己的土地。我想要回到自己的家园，跟自己同胞相聚一起。其实要上春晚，只是想回家去，在那个年30晚说声恭喜。拜托你，我敬个礼，这一个心愿我一直要靠你，希望我能在春晚跟大家合家团圆相聚在一起。哎呀，听了很感动。那现场我们的观众可以全体表决一下吧，是不是？我要上春晚，
你看行不行？行行行。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张迪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啊，真的很期待能够看到您更多的表演。谢谢，我讲的是我心里的一份感觉，嗯，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喜欢我的节目，真的能够把快乐带给大家，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您，谢谢，谢谢您。谢谢